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， 来今天跟小朋友们玩我们的意大利四五天哦。Summer 这边的话买了三个箱子，第一个箱子就开到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不过三个箱子里面的话没有中那个他的传奇迷彩小毛病和迷彩。这边的话来 Summer 不补了，我们能有这台车玩就好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这边的话不需要花，就是多花多余的钱。喜欢的小伙伴好像你们可以存金币。或者是花现金去收集，它基本上之前的话是靠活动，就是拿到要花大量的那个钱哦。然后现在的话，箱子的话就相对的简单很多。喜欢的小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来，这台的话算是一个明星坦克啊。我们的第一场的话非常的奇怪，三台没加工会，大九级房。OK， 这个的话要打慢一点，我觉得很危险哦。一台两台三台没加工会，起步开场30秒了，然后他们的话 OK 非常非常的慢，这个危险了。虽然说这场的话对方没有那个冲清洗哦，来 Summer 看一下可以抓到他们吗？我感觉应该是在这边的啊，对，这边应该没错，他们应该是躲在这边哦。 OK， 这样的话要怎么打？我被亮了，来，有那个驱逐坦克亮我了。重型的话在另外一边发现了一台 50B。 OK， 这台 50B 的话我应该是打不到。小白那边冲了，另外一边的话再打起来了。111哦，没有，来这边的话这边有坦克。111来，他们冲疯了。OK， 他们冲了。这边的话我小伙伴基本上都在家里哦，这个很夸张。来，这边的话我们去保一下我们的小伙伴，那台111已经在冲了。对， OK， 漂亮，他被带走。然后13那边的话，来我们刷一下这台100。 OK， 等装填。小班那边哎，他们不会玩啊，他们全都刷家里，哇，我天啊。来，这个的话这个很难玩。我们的 50B 装填好了吗？ OK， 50B 装填好了。哎呦我天，来，可惜，哎呦，算了，来 Summer 开，先把这台13带走，稳定一下我们的那个信心哦。100那边的话我可以帮忙吃一炮，可能有点早，不过还是稍微的绕一下。对，绕这台100，他会想要躲我。对，这台100的话会想要躲我。然后超级私运那边的话三台嘛，对，那边三台，你看这边扎成一堆哦。我们的那个 ST1 的话被带走了，这个比较可惜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来刷，先打他们这一台超级私运，这边的话要过来，我们躲一下。来，大哥不要，哇，我天啊，我们的 R7 进攻进攻，赶快赶快。 OK， 漂亮。100那边的话开炮了，先刷你。 OK， 漂亮。来，他这台被带走，哇，乱来，乱七八糟。哎，今天新手场比较多啊，他们的那个试运跟超级试运的话都在这边哦。两台驱逐在这边。 OK， 漂亮，试运把试运带走。来来来，我们自己进攻。今天是假日的关系啊，然后他小班这边的话，来前面上面有一台，上面有台 50B， 先刷这台 50B。 OK， 哎呀我天，他躲起来了。试运在这边， 50B 应该是进装填了吼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主动进攻的话，来 Summer 觉得不太划算，算了，硬跟他打好了。来这边的话先把他带走，然后躲一下他们的 50B。我再喊一次进攻，然后再喊一次支援。S7 的话在挂机哦，对 ，S7 在挂机。我们的试运那边的话要上来把它打着火了，可是它有修理包。对，这边的话它有那个修理包，我们让小班进攻。他们的 S7 挂机，不然这场的话我们肯定要输哦。来上，乱七八糟哎。来来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先点人，先点亮人，等我们的那个试运上哦。进攻进攻，试运这边的话要先上。 S7 挂机，试运的话再走一个外面的位置。
哇，我天啊，三台没加工会，好难打。进攻，赶快上，赶快上，还有2分钟而已。试运这边的话，要再快一点。50B 那边的话，再等。哇，我天啊！他不上他不上的话，这场就危险了。S A 稳被亮了，S A 稳没用哦，因为我们要打他们的那台50B 才可以。这台 S A 稳的话，应该是右耳，对，没错，他应该是躲在这边的。我们的小班那边的话，来，我没有办法亮到他哦。不要打 S A 稳，拜托。OK， 来50B 这边的话，发现他了，漂亮，来，终于被抓掉了，剩下一台挂机了。OK， 这种的话最后才处理，因为这场的话。基本上我跟50B 的话都是没有血量的了，对，挂机这种的话后面再打就行了。来刷你，来捡一个便宜哦！哇，这场赢的超级危险，还好他50B 没有太厉害哦，不然这场的话要被翻哦。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意大利，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Summer感觉今天不太容易玩。拿了一个 M 牌，经验的话应该非常的低哦，1551哦，哎也还好，不会很低，刚刚好。发现两个敌人补助2500，打了4200，他的 S7 这边的话来挂机的话，给他一个赞哦 ，OK 哦，靠着他我们才能赢，不然那场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要输了才对。我的队员哦 ，OK 哦，扎堆躲在家里，他们已经进攻了，他们还在扎堆哦 ，OK 哦，这种场能赢的话真的是。运气的成分非常的多。第二场的话，服饰的，他现在的话有卖哦，15000的金币是5个箱子，应该是5个箱子，然后20000多的那个金币的话是10个箱子，然后剩下的话是现金购买。Summer这边的话是买了那个3个箱子、哦，现金购买哦，然后第一个箱子开到的，巴顿干嘛开炮？5台中清醒。5台中清醒的话，我才要支援啊！哎呦我天，你看那全部不会玩。我们的帝王蟹，我们的帝王蟹的话走了一个另外一边哦，来哦 ，Summer 才是要支援的那个人。来，他的那个意大利这边的话已经过来了，然后还有一台那个 VC。OK， 这场要输，这场感觉要输哦。来刷他的那个 BC， OK， 哈哈哈哈，漂亮，哇哦，来运气满分哦，他的 BC 没有选择躲，要跟我们硬打。大福那边的话是刷了他很多炮，意大利这边的话转场了， OK， 这样的话我们来刷这一台，对，哎呦我天啊，还有一台 S7 啊，完了，来这边的话来赶快说一下，来不可以跟他打。150人在那边了，我们的大福跟183没有上。来 ，Summer 铺了一个寂寞，我还以为他们会上。巴顿跟鲍伊那边的话是已经跑了，对他们已经跑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来这台的话刷一下 ，OK， 来我先开炮，应该是我先开炮。来我先开炮，哇我天，这两台来150人跟 IS7。OK， 来这边的话，等他们先开炮。Summer 这边的话，来打一个偷袭。S7 刚刚已经开炮了，我们直接做一个牺牲打。来这边的话刷他，150的话，你像还没有要过来。我小伙伴那边的话，183要先上，对，然后 S7 应该会来抓我。OK， 他开炮，来我们这边的话等，两台大哥都在一起。来等他开炮，一定要等他开炮，没有等他 ，OK， 他开炮了，来这边的话刷他，切一个那个金币弹，来普通弹，哎呀我天哪，呆瓜 ，Summer 进装填了，我把那个备用炮弹开掉了，没关系，来靠我们的小伙伴，第二场的话也是惊险获胜，我们的帝王蟹的话在哪里啊？哎，在前面这边，来这个帝王蟹很夸张哦。跑到另外一边去 ，OK， 漂亮，被带走了，被我们的巴顿带走。今天真的难玩，来超级超级难玩了。第二场的话，3600，
拿了一个一牌，我们的帝王蟹这边的话来你五万。哎呦我天啊，来我真的很想我会被他气死，发现四个敌人补助400打了3600，我跟你说中清醒，你说一台还没关系哦，那么多台你还跟我玩一个 CD 点，能赢也是运气。来第三场卡斯提亚，这个更难了，这个卡斯提亚的话要怎么玩呢，非常的卡哦，而且是一个大小九级，小九级大十级，驱逐的话只有一台，我们喊支援，这场的话肯定要打这个位置，来 我跟巴顿过去守，我们要支援哦。 OK 我来这边的话喊等他们来，他们意大利然后62跟 45T 的话这几天哦，应该说这整个月应该都会很多，感觉大家都会去抽啊，只是说花多钱或者是免费抽到而已。驱逐的话是水，驱逐的话是一台那个 T95 我也打不穿啊，对 T95 三门也打不穿，我们能打他们的那个发现敌人，来他的那个 T95 OK 先等，我打不穿他的话不要被亮，对打不穿他的话不要被亮，我们来打他们的这边的坦克 OK 没有上，他们没有上三台，哎呀漂亮，来欧洲线那边的话已经被带走了，非常非常的好打坏啊弹药架，我被亮了吗 OK 没有被亮，62A 这边的话刷了我们八顿一炮，来三本这边的话要跑，这边上面是两台哦 OK 哦，这边有两台，我下半扎堆在家里，对这边的话来他们扎堆在家里，然后前面是有坦克的，来这边有一台，然后超级征服者给了我一炮，往后退，第三场的话要输，对这场感觉要输，他的那个意大利这边的话冲了，来大哥不要挡，来赶快刷他，不要怕，直接做牺牲打也可以哦。来六 A 这边的话下来了，再刷他多一炮 ，OK， 往后退 ，OK， 八盾被带走。哇，我天哪，我叫他们过来哦，没有人要过来哦，我跟八盾在这边 ，OK， 这台六 A 刷他意大利四五T。OK 刷他这一台，我感觉意大利那边的话应该是不会要下来了，62A 那边的话已经冲下来打我了，来他们这边的话都冲了 OK 三门要被带走，这些重型坦克哦，哇我真的服了这台 T71 今天的重型的话来三门很肯定哦都不会扛线哦，三台中型坦克，他们这边的话我们的三台重型没有任何一台过去 A 点 OK 漂亮， T7 这边的话被包饺子了，4502的话来加油自己打多一点输出吧哇他们 62A 还是一个满血 OK 漂亮，来帅，他连要打谁都不知道吧，这台4502也是100分啊，满分。来第三场卡斯提亚，终于输了哦，打了2700啊，哎还不少哎，还行哎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 ，OK 了，这个新玩家，然后欧洲线，来两台新玩家，然后183这边的话是完全没伤害，反而是4502打的还比较多一点哦，而且他好像还是个会玩的，发现三个敌人补助350打了2700。OK 这种的话要赢是不太可能、哦、就算 Summer 没卡、哦、没有，就算那不是卡斯提亚我也觉得 没希望哦。而且这台 45T 的话感觉是需要更多时间的坦克，第四场的话 OK 有高手 GB 工会的、哦、没有越南的那个职业工会对上 KMCC2 两台意大利45组队可能也是高手、哦、来好好的玩吧。
至少应该不会像上一场那么夸张了。GB 啊，怎样都还是一个 GB 嘛。来这边的话，小伙伴谢里登要跟我们一起走。哇，他们全部都有那个小毛病的传奇迷彩，他们没有，这个很可惜哦。OK， 我小伙伴那边的话要点亮。来，哎呦我天，来可以这边的话。OK， 漂亮，他的那个大头113这边的话过来了，往后退，一二三四，四台。我们的那个C帅被带走，这怎么回事 ？OK， 进攻吧，只能进攻了。他们的那个四五 T 的话，两台是组队的哈、哦。来刷。哇，我天哪，旁边有人啊，旁边有一台那个谢里登啊。来，这个谢里登的话，先刷他一下。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吃亏了。完了，来吃亏了，这个吃大亏了。他还有一台那个驱逐，对哦，他还有一台百兔的话是在这边。来，他百兔没穿。阻挡伤害2900，一台没装甲的坦克阻挡伤害2900了。我们要小心那台谢里登。113的话被带走了，来三本这边的话等装填。可能要打一个翻盘了，血量不是很够。对，这边的话血量不是很够，然后装填的话还在跑。四五 T 的话应该是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躲在这边了。来，这台四五 T 的话先打 ，OK， 来直接补掉它，又再进一个长装填。这台四五 T 在这边，他们的谢里德那边的话是打得到我的，我们要让小班进攻快一点。第四场的话能赢，有一点点机会啊。可是三本进长装填了。完了，来我们这边的话要等，赶快进攻。他的那个，我感觉他们的那个谢里登随时会来抓我。再等一下，我们的小伙伴那边的话还能撑。来 ，OK， 装填好了，这边的话上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然后要再进长装填嘛？我感觉不要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打多一点伤害。他的那个，这台，来这台。我、哦、天哪，他要来又不要来的样子。来这边的话先刷你这个一炮，然后他要打我的，哇，两炮装，哎呦天哪，两炮装，赶快开炮，吓死三位了。来，他是两炮装哦，差一点点哦。来，运气满分，我们的来 GB 的那个四五 T 漂亮，他把他们的那个偷袭我们的谢宇灯带走了，果然哦 ，OK 哦，有好队友就是不一样，赢得比较轻松啊。不过一直在进那个场装填，来第四场的话又拿了一个 M 牌，3000的伤害就有 M 牌了，经验的话1200多，非常的低。我们这边的话两个是高手嘛，来运气非常的好，他们两台四五 T 的话是稍微的逊色一点。OK 哦，这样的话，发现四个敌人补助连打了3085，哇，我天啊，来吓到我一跳啊、哦！他们打的第一名啊，这个大头 ，OK 哦，他是两发装填的。照理来说，我觉得刚刚应该是他会先开炮，可是我3.5秒，他1.7秒，照理来说应该是他先开哦，哪知道是 Summer 先开，他可能手在抖啊。第五场的话，来也是有组队的。不过不是上一场那些了，小九级房。OK， 这个的话要怎么打？一台两台，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，我觉得我可以上哦，1/7意大利跟 STB 嘛。我看一下我的视野有比他们好吗 ？OK， 发现他的那个 STB 先来一炮。Summer 最近一直老眼昏花哦，这边的话来瞄准非常的吃力，他的小伙伴那边的话263走了另外一边，发现敌人，发现一台那个50TP。OK， 这样的话来 Summer 要跑，网络开始卡了，263跟4005，哇哦，这个漂亮了，来。我们可以乖乖的转场了。我感觉14那边的话要开炮了，然后小班那边的话来漂亮，
先抓他们的那个4005 50TP 那边的话不要理他了，因为他们只有一台那个驱逐坦克。对，这边的话来跟他换人，跟他换，他现在是背对着我们哦。OK 哦，他背对着我们的话，他跑不掉。我切一个那个什么，对，切一个那个高爆弹。OK， 来，不要让他走了，直接备用炮弹把他开掉。小班另外一边冲了，我们这边的话来让小班进攻。EB 这边的话要打我，往后退。我进长装填了，我没炮弹了其实。对，那 EB 的话要多打我一炮，漂亮。进攻。我要被这台 EB 吃掉了，我校班那边的话基本上要不行了。 OK 我不要等了，来赶快进攻。对，103这边的话上了，来三本这边的话陪着上打他们的那个受伤型 EB。 对，打他这一台，来再刷他后面来支援了。我们的那个校班那边的话很像还没上哦，七分之一这边的话已经是过来了，来刷。哎呦我天，旁边有人，哎 please， 哎他们在干嘛，赶快上，哇他太会拖了吧，谁在玩占领。 OK 这个小混蛋哦，这台没有加工会的100，大哥不要打那个远的地方哦，因为打那些有威胁的坦克。我们的183这边的话来DR014开始上班了，加油，来第二，哎，三本真的很替他们紧张哦。对，下去，我们的来这台100还在玩占领，真的是高手。对，刷，100这边的话，来三本要喊他一下。赶快上来加油，第五场能赢哦，能赢不要输哦。我们的14这边的话 OK， 他进攻过后带了四台坦克哦，来加油，靠你了，这一炮靠你了。我们的 STV， 他们的 STV 啊，我们的100其实可以抓。对，不要玩占领，占领不现实，尤其是像这种已经打开了哦，打开的话不是被动的情况下，你占领的话你也没用，他们已经会进攻嘛。来开炮，真的好慢哦，应该是新玩家。来第五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有时候不是说重轻型的线打不起来哦，是重型坦克就是完全状况外哦。这场的话打了一个2300，但还打一个3000多。来三本这边的话要给他一个赞啊，你说他是工程哦，可是又不像哦，可是他还是打了一个第二名，发现一个敌人辅助灵打了2346。这边的话来给我们的那个 T1104 一个赞哦，玩得非常的好。他们的 STB 那边的话来差点被他们翻盘，现在的话是赢了一个4场4200，然后3600，卡斯提亚没能取胜，然后十字院的话2300。 OK 4胜1败进我们的 ending 场。今天哦跟小伙伴们玩这台收藏型坦克，希望小伙伴看得开心哦，喜欢的小伙伴哦可以去抽看看哦。这台坦克的话很像，我记得啊大概我不知道多少部影片了，基本上哦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小伙伴问我，就是他什么时候推出哦。不过我不是官方哦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策划人员是怎么想的。不过总的来说他现在以那个箱子的形式推出是第一次，喜欢的小伙伴哦，我跟你讲绝对要去尝试看看哦。平常有存金币的话你们就可以免费去抽哦，或者是卖那个收藏型坦克也可以。这边的话来这台怎么回事，他们的那个 OK 他们的那个什么，他们的那个谢里登出事情了。哎呦我天，来上本这边的话没有抓到他。意大利来，意大利这边的话吃炮了，然后上面来了两台。来我们的谢里登这边的话很像要跑，大哥哇，这台机动的话慢下来的话非常的慢哦。 50T 那边的话 OK 50T 来了，喊进攻，感觉能赢的样子啊。先抓他们那个 T921， 对这边的话先抓他们的那个 T921， OK 来吃了两炮，他
啊 T92 这边的话应该是要跑。来这台 T92 的话 Summer 要直接做一个牺牲打。他们的50 TP 哦，然后 OK 来抓抓抓抓抓。抓他抓他抓他，对对对抓他抓他，赶快上。我要被带走了。哇好慢，来三台中清醒。哦他没穿他没穿他没穿。来我们假装一下。大牛这边的话打我屁股。漂亮，来挂机的挂机哦。哎 ,120 这边的话打家里。OK, ending 场的话要输。全部在状况外哦。183这边的话在远处打一个那个。这台120啊，这台120在干嘛 ?OK。我们的那个高手，我们有一台那个高手谢宇之后，他已经被带走了。中清醒多，然后他们对面的话是完全没有那个重型坦克，这台 S4 其实可以打一个 MVP 哦，只是他没去做。来漂亮 ending 场这边的话 OK 满血的 S4 哇天哪，他本来能做 MVP 了。120这边的话还是不动哦，躲在家里打一个那个什么 OK 医师这边的话要刷他了，50 T 也要刷他了 Nice 他扛了太迟了OK 还行，虽然打不赢哦，可是我感觉还能再刷掉他们一台啊，至少他们的那个意大利这边的话我们的 S4 是带得走，对早一点这样就没事了。来 剩下他一台了，他一台的话要打三台哦，哎呦我天好可怜哦Nice 来漂亮 ending 场的话没能取胜。他们这样开了三炮，应该是开了三炮而已，四炮五炮打了1522。这边的话来我们的那个高手小伙伴这边的话也是打的不多 ，OK 哦，这台 S4 的话打了一个第一名哦，来多砍一点，早就赢了，发现零补助零打了1522 ，ending 场的话来没能取胜。今天我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明星坦克哦。非常多人问了一台哦，这边的话是赢了四场绝望之泪，然后浮士德卡斯蒂亚的话没能取胜，史之源这边的话来3000，阿尔彭2000， ending 场这边的话来1500，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，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这台哦，现在的话你来到商店里面哦，你就能看到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哦，有存金币的小伙伴都可以试试看哦，我相信啊他应该不会短时间不会再出来了，所以这是他第一次以箱子的方式出售。来今天的话玩的是意大利四五 T， 希望小朋友们看得开心，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这边的话记得帮 Summer 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 Summer 制作影片的动力，这边要感谢大家。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大家，拜拜。